板油没了。咋的呢？还有一片给你昨天订过的，大姐，这是没办法了。肉今天多少钱呀？肉13、12。哎，水油呢？水油有。水油多少钱？水油4块。他退费了，你这2块钱卖的。大姐，这话说的真好听，我就是在听这话。哎，你最低多少呀？啥样？真的有4块钱，最贱的了，这是。哎，挺贱，肉都贱了，你还贱呢？肉贱。你这直播你说的，是他这立足。没直播。那个啥，你到底卖还是不卖？卖4块钱，你看，4块钱都没有。这是吗？是几斤儿？嗯，跟那比呢是。就这块吧，多少就这些。懂，对吧？几斤呢？等会儿你试试吧，我现在有点没毛病，有点大个了，180够了，180，180啊，179，妈呀，还有这个呢，这有大个，用大个，这块好，这小五毫有4毫，你真是，真好，啊，这是在放水果，对了。今天咱们是打开干，这倒不300块钱，倒不掉，那也得这个，他也得要，不要这个他也不行。这块200斤，200亩大斤，亩大斤的。黑的呀，嗯，哎呀，行了，多给点吧，多给个6、7块钱，300块，就这2条吧，这也不给他剁了，别剁，啊，别剁，别剁，你剁了这玩意不中事儿，对，不中，你剁了。本来就弄点排骨，也剁没多少的。看着，这好像这里头是吧？这香醋，在那。来一半。哎，不用再剁。还好。多少钱是肉啊？13。你把这皮子给我蒸出来。你要把皮子给我蒸出来。好嘞。65。是五花吗？是纯五花，这儿呢，那儿纯五花都没动呢。大哥，这儿，这边这纯五花。你要哪儿，我这必须得指定地方，好地方给你。你们这老远跑这上我这买肉来了，啥概念呀？这多少钱？13。一收款65元。所谓的就这12块钱。多少三？来个三斤左右，你说啥的？你嘎看，你瞅这我们这纯花吧，看，纯花。多少？好多。啊，45块钱。中中中。给我剁。拿开。拿开。纯花肉这是。肚子有点肥。吃吧，这玩意儿炖菜，这是一，还得说一流的。牛肉，你们在这吃串买东西，我还不贵呀。怎么样？点开就真的就能买。是吗？嗯。点开这东西就有，能买。75。哎呀，这块好。叫啥？这个岁数好，我用哪都行啊！来，这个12块钱。
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份肉我要管。这肉这可变化的吃啊。哎，我给你扎着看看啊。我让你扎着看看就不利索了。看。这早晨下水洗的，不洗不中午。来，现在干。都给他了。哎，这就叫啥呢？用一句简单的话，老娘婆不知道孩子不好看，老娘婆动手呗，是吧？现在干，带排骨的，真好。带排骨，是带排骨多少钱？十三。对，排骨23呢。这多少？大骨都吃了，没这么长。孩子人都23了，太简单了。为啥这么卖啊？我这个卖12都不用卖长，不饿这么卖，不饿这么卖。但是赶活了，你拿吧。哎，看这呢，我骗你，看那小猪胖子，这成年在那卖肉，还能有虚假吗？到这儿，你胖着了，两个绿。你就吃吧，我告诉你。哎呀，你妈跟你说媳妇减瘦就说吃肉，你得减胖着来。哎呀，话是那么说，说媳妇减胖的说抗风啊。啊，100块钱，给你高高瘦的啊。你他妈说胖吗？看我这办事就这样好，看多少钱？瘦的。来，你看多少钱？说一百。往后你我不招呼你都上我这买了，法国。我老孟卖东西就用面。我不卖东西。是吗？你能成功？他两个是大经理回来了。多少钱一斤啊？这吃5块钱。啊，我12斤12斤，要100块钱。你那人，你那多少钱了？我别瞅我怎么着？不用瞅了啊，妹子啊，不瘦，12块钱。120块钱。昨天这锅整个还多，100块钱，还一类。啊，那还一本。这种就是这，你给我盯着还行。一会儿给留块排骨，这都不认得。是吧？给留块排骨一会儿。哎，要不哈？好嘞，这个一块算上。啊，张总。